到山上去，要住过王星宫，那里争取都是国家公园。走进王宫里面，叫人大吃一惊，从未想到能够住进王宫。王宫屋龄老旧，没有冷气冰箱，而且窗户老旧，根本打不开。没有网路 WiFi， 晚餐价钱超级贵，只好买些零食来开趴。买酒偏偏忘记要买开瓶器，不敢去接，怕要给消费。拿起房间钥匙，开瓶把钥匙弄断，只好早早洗澡早早睡。